这是被誉为沙漠黄金的椰枣，是中东土豪用来补身子的美味。都说一堆枸杞不如一颗椰枣，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。椰枣中富含矿物质、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虽然吃起来感觉很甜，但其中95%都是天然果糖，极易被身体吸收，因此不必担心长胖，非常适合饿的时候用来补充能量。趁现在有活动，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左下角看看。宁可三天不吃大鱼大肉，不喝酒。 也一定要尝尝我们家的黑椰枣，这人呐，上了年纪一定要少吃鸡鸭鱼肉，多吃点黑椰枣，因为椰枣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钙质和膳食纤维，被当地称为沙漠中的软黄金，常吃特别好。我们都是采用沙漠深处的老树椰枣的肉厚饱满，人工挑选自然晾晒，保留了椰枣独有的营养价值，一口下去软软糯糯，还不粘牙。 上了年纪的真心建议常吃。